教育咧嘅，即係今到今日為止咧，佢哋嘅成就都相當之高啊！咁我相信咧，你哋在座咁多位同學或者家長都會見證香港嘅電子學習嘅變化所帶嚟，令到我哋香港有所有嘅學生同埋教師有一個新嘅學習同埋教學嘅模式。咁咧，今日多謝你哋嚟到我哋德蘭中學，我哋聰明教育第幾屆啊？第四屆，係啦，第四屆，唔經唔覺咧已經第四屆啦。咁其實咧，我哋聰明教育咧個發展咧，近呢兩年咧就係非常之蓬勃，未來呢幾年咧都會致力發展。除咗你哋原有嘅平台之外咧，就會做電子課本啦。你哋攞到呢個獎咧，其實就唔容易，係非常之唔容易。咁多位同學咧，就俾好大嘅掌聲，你哋後面嘅家長、爸爸媽媽，因為係佢哋支持你去做。你的真挚使我没疲累，竭尽分享梦想这快乐，延续到秋冬。My smart ABC。这个世界有很高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咁样，咁推出了这个电子学习呢一样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途径，譬如话从这个语音啦，啊从这个文字啦，各样嘢咧都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资讯，而呢啲资讯咧系与时并进的，咁希望各位小朋友咧就系可以利用呢一啲电子学习咧，可以更加推进你自己嗰、那个。學業的那個成績。電子書呢，我覺得是很好的，為什麼呢？令到我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自己很想看的書，可以學到我平時很喜歡學到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電子書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工具，亦都是我哋嘅好好嘅朋友。当你好咁去运用呢个嘅媒体帮助你自己去学习嘅时候，我相信你会成长得好快。咁我哋亦都好开心，因为聪明教育提供嘅电子学习平台咧，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咧，系俾同学咧系透过唔同嘅媒体咧，去做到可以喺于娱乐喺学习里边吓。咁我希望啦，第時咧呢條村咧再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咧出年咧我哋就會叫做咧My Smart 嘅一個城市啦，跟住咧一個咧省啦，跟住一路大落去嘅時候咧，我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學習工具啊，好似頭先講嘅網上嘅學習平台啦，有一啲嘅唔同嘅電子書嘅平台啦咁樣，咁咧能夠令到各位小朋友喺呢一個電子學習裏面啊，越嚟越進步，越嚟越有成長。男女，天天都爱多夜，世界
大家好，好高兴喺呢度代表我公司 Nikki Asia。頒獎俾得獎嘅同學啦，咁每次同 Smart Education 合作咧，見到得獎嘅同學攞到我哋嘅獎品咧，都好開心。咁所以各位同學要繼續努力。系啦，冇错啦，所以咧，聪颖教育咧亦都增设咗 My Smart ABC 同埋启慧中国语文嘅网上阅读气氛劲爆学校长，同埋 My Smart 一二三嘅电子学习气氛劲爆学校长。有请我哋嘅 Bazaar 乐队，分别有阿 Tim、Vincent、Thomas 同埋 Chin， 同埋我哋万众期待嘅聪颖团队啦，请以热烈嘅掌声支持佢哋。世纪之星颁奖典礼啦，嚟到呢度咧已经接近尾声啦。我哋再一次多谢晒咁多位主礼嘉宾嘅出席，亦都好多谢在座咁多位同学家长嘅出席。我哋第四届聪颖电子学习世纪之星嘅颁奖典礼嚟到呢度，我哋已经结束啦。我哋第五届出年再见，拜拜。好开心啊，攞奖金！开心。我嚟买学校嗰啲书。我谂住去书展。
好开心可以用到啲钱可以买多啲书咯。I am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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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嘅练习就咁可以令到佢生动同埋吸引啲。会帮助到我英文方面，因为咧我由幼稚开始英文方面都系好渣嘅。呢个电子练习咧最吸引我嗰个地方就系 dictation。We are smart.We are Chowing， 好开心啊，同埋系咯，自己英文上面都有啲肯定啦，系。上到大学做睇要买啲咩咯？多啲同同学用英文沟通咁咯。We are Chowing， 其实都好 surprise， 唔会即系冇谂过会考到咁好嘅成绩。都系一样，都系好 surprise 啦，因为都考完呢个成绩之后，都其实唔系太清楚究竟算唔算高分咧，咁都好多谢有个咁嘅奖学金提供俾我哋嘅。应该会去再考其他试或者买啲嘢食奖励翻自己。谂下点样可以利用个奖学金去积极啲咁去令到英文去更加取得好成绩啊，例如买啲补充做啊，甚至。